因为他们有七堂课，都会讲第六堂课。啊，因为到12月14号哈、哦，他们就结业，七堂课结业。啊，七堂课结业，他们有办个活动，也就是说七堂课的主讲都要去，要去参加。啊，因为他们办什么？办个音乐晚会。啊，因为主讲的人去，会给10分钟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啊，做分享。啊，刚好或许没有办法去的，因为我们台南是10月10号刚好，那我们台南是分会啊，刚好我们有圣人办活动，他、啊、没有办法去呢，因为陈董跟主办单位叫候选呢，就录个影带，就现在录一个影带，就把他送过去，代表候选过去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再录10分钟的这么的一个跟他们学员啊，好，来、啊、啦，我们就是。